爷爷也无所谓呀、啊，你千万不能叫别人奶奶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肯定不能叫奶奶呀、啊。感谢阿里爷爷，感谢男子爷爷。谢谢男神的三刀棒卡，谢谢。都是像你多多你这样真整活整不来、嗯、这边的就装那边就在喷就三字经来了略微的弟弟啊啊大西端是啥来着唯一指定男神是吧感谢唯一指定男神送的大飞机啊可以感谢泰迪谢谢爷大哥接手呗兄弟你们借蓝总包括他妈用腿跑断了没关系我就喜欢用腿怎么了嘛前面有车跑起来了这波很关键可以跑起来有牌面了兄弟站起来太会整活了周哥累不累不行之前看周哥去跟人 PK 妹妹我们输了就拿着椅子举着椅子在那里半个小时不能动啊比这个那肯定啊大哥那肯定要整天卸货你会不会怜香惜玉啊那他妈他我怜香他他怜香我吗大哥 他跟你钻水管不行吗他钻锤子他怎么让我头喊出去说我是傻逼谢谢全斗鱼唯一指定男神大西瓜把头追去感谢大西瓜送的飞机牛逼啊你是全斗鱼指定好吧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好起来了有牌面了感谢爷爷给个药爷爷救命啊他妈了个有个逼开车追我兄弟他有枪我操哎，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这个人是开挂的，这 no bra 开挂的，早上这狙击，在早上这狙击令北还有他们呢，现在是狙击我，这现在狙击你了，给我打懵了，兄弟，我感觉他是狙击我女儿，太他妈，他狙击一早上了，他一早上不杀我，开始杀我队友了，他妈，以前还会杀我的，现在不杀我了，现在杀我队友。他妈的杀我干什么？我这么菜，我也没啥作用啊。早上还好。人家刚来啊。不是，现在你说的叫啥问题？我们三个都菜啊，杀我们三个都没用啊。你知道他是怎么打？你知道他是怎么打我们的吗？他是两个人开车，一个人在中间开枪，夹着我打，很恐怖，太变态了。没事，有你们，我周某人周某人当个陪聊也行，兄弟啊，无所谓，没感觉。我跟你说周公瑾这种真的是他妈你要是正常生活里碰到他觉得他是个神经病好吧谢谢张哲的办卡你不把自己当神经病搞别人不看你啊大哥没办法啊兄弟我他妈就说我是个神经病我是好起来了兄弟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太牛逼了周哥牛逼就喜欢看这种智商有问题的主播兄弟就喜欢看智商有问题你智商没有问题我觉得你是个聪明人好吧可以我是一个帅哥周哥大智若愚好吧可以周哥我们今天讨论过的适合周哥玩的游戏铁定不是开枪打人的游戏我今天那个练完舞回来我看他直播他一个玩英雄联盟他可以一波兵好好认真的补加上技能补一个都没补到的他而且是玩那种诺克萨斯系统就是可以用技能取消普攻的那种还有加伤害的那种他可以六个兵在那里把两个能收兵的技能全部用完了还一个兵没补到的周哥你是不是故意的呀我对天发誓我他妈很认真很努力我想把游戏打好你知道为什么我也想被别人夸啊每次杀人的时候别人在那刷六六肯定很兴奋啊但是我杀不了他妈的每天刷的就是什么你眼睛你加了鼻屎主播你去看一下吧智商有问题别做主播了当保安吧我们小区道人我说这些不是当保安也得眼神好你看不见贼进来啊太他妈的我不是眼神不好我是很努力在操作我的手机里加鼻屎大哥你这里加鼻屎感谢柯前感谢爷爷、谁不想他妈的谁不想当一个高手谁他妈不想他妈的别人天天给你吹没人吹啊没骗你骂日理哥的周哥我跟你学周哥你是本地球生唯一菜别不是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话有点变态了啊有点变态了、啊、好好说话、啊、你好好说话可以吗你他妈有点变态了大哥你好好说话可以吗我干嘛为什么那一出哪一出啊我不知道我是小学生、就是、我才十八岁脑袋里肮脏的那一出我没想我十八岁兄弟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他妈给我听傻了刚才现在我们直播间都是你眼睛里夹了周公瑾
周公瑾是鼻屎吗？什么意思？感谢沧海经理。眼睛里长了鼻屎，眼睛里长了周公瑾，那不就是等于你等于鼻屎上长了个眼睛？太他妈弟弟了！我跟周哥打了两天绝地求生，后来我放弃了。我他妈不适合玩游戏，你知道吗，兄弟？对，我那天晚上跟他打了两天，我后来我放弃了，就我不开不跟他玩，我只是后来我放弃了。我在想到底以后干什么去？这他妈的直播真的不太适合我，我真他妈服了。我觉得你就适合直播。我跟他，你太适合直播了，我跟你说兄弟。我跟他第一天玩 COD， 你妈的，真的，哎呦，我真的是，我说跳下去记得开伞，好的，跳下去死了。不要在意这细节，知道吧？我不是没听你开伞，我是按不出来，大哥。我很多时候你知道吗，你跟我说的我都听了，你们跟我说的什么提的意见啊，什么好好打认真打，我全神贯注的，但是我的就按了那个键没反应，你知道吧？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靠得太近了，极限距离是不给开伞的，你得提前开伞。哎，太厉害了。我他妈玩斗地主叫水友给我号，我一个玩了20几个号，输了500万方面都。他妈的太厉害了！他妈的，你是真牛逼啊！我操！你是真善财童子，谢老天的判断。输了500万，我操！20个号，那一个号比我今天早上跟他打吃鸡，他基本一早上每一把他回的血的血量是打的伤害的10倍。从出击的时候就开出击开始讲，也有人玩。哎，最奇怪的是什么？他中弹就算了，被人打就算了，永远死不掉，要么就倒着，要么就长血，起来就一直必须要你要，反正起来就要爷爷有药吗？爷爷到了中心他自己估计不好意思能讲一句，讲句心里话，有药吗？跟你讲心里话。讲句心里话，有药吗？他不是没他就是啥都缺，就没有不缺的，啥都缺。没办法，大哥打不过呀，他妈这不是人设，他是真菜呀、啊！他是真菜呀、啊，兄弟们不要怪他。我他妈，你说吧，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谁不想直播给观众看，一顿乱杀跟那秀，对吧？谁不想别人给你吹，对不对？不是每天吹，不是你好好说话，兄弟。你这个话说的没毛病，但是不能说，你知道吗？谁不说他妈的？就是你知道吗？你杀了人，别人就说你牛逼什么的，你听了心里也会舒服，也会开心。你谁想开播天天别人骂你啊，大哥，说你是弱智什么的。周公瑾就是他妈一张嘴厉害呀、啊！我操！对呀、啊，这他妈有什么办法，大哥？周老师，我知道了，你如果不想当主播，你可以去当主播培训班。保安兄弟，我是一个保安，不不不，保安你眼神不好，主播培训班。你保安不行啊，保安真来人了，你跟他干吗？对呀、啊。我他妈真想去当保安了，我他妈直播当保安，兄弟。一边唠嗑一边当。进小区的人必须来我直播间办卡，不然魔镜。牛逼。那你会被开的。这很有牌面。我叫周公瑾，爱吃肯德基。每天笑嘻嘻。开着拖拉机。什么来着？天天吹牛逼。你骂我大傻逼。骂我大傻逼，在吃完肯德基，每天笑嘻嘻。我真的骂我大傻逼，我在吃肯德基。可以兄弟，吃好就拉稀。我还要吃肯德基。骂我大傻逼，我要吃肯德基。我就吃肯德基。你去当保安，大傻逼。哎，你去当保安，当门卫，会不会见人就说爷爷干嘛？爷爷，爷爷3块钱。爷爷回来了，爷爷回来了。请问爷爷来小区干嘛？我来看孙子，太牛逼了，兄弟！哎，真的想杀几个人呢、啊？哎，其实我也想直播当保安算了。其实真的直播当保安有什么不好的嘛？对不对？我是一个保安，守护四方平安。太牛逼了！我是一个保安，整天郁郁寡欢。我操！妈，你当的弟弟保安？我是一个小，我是一个保安，上班就盼下班。我操！爱吃小熊饼干，感谢深圳房爷爷。啊！不是，来不及拐弯，炸死你们啊！会不会开始？怎么一直在炸？怎么一直是红的呀？那得要问你们，我从外城这个位置过，我觉得其他路感觉都有人堵。
算了，要不我们赌他们。我相信你的紫飞头脑，你是妃子。太变态了。哎，我是一个保安，业主天天骂我脑残。兄弟，我是一个保安，看大门的憨憨。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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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骂我脑瘫，业主骂我脑瘫，我操，这个确实。就起来了，我是独弹幕的，绝地水质，我操，绝地麻黄，这是。这东宫景就是，我是一个保安，天天喊爷爷早安。压抑啊，兄弟。很强，很有牌面。What? 我他妈以前，喂，我他妈以前真去一个小区玩。一下倒了，朝对面还有。飞哥，给你倒一个，倒一个。牛逼呀、啊，哥哥！你给我消火一下吧。老家队友，你有备？我有。这还有一辆车，术后救人呀！我拉过去。大福，猛福。看着。好的，我下的。卸了胎吧，卸了胎吧，兄弟，没事，卸一下胎。左边三个，我再进点一个。好，卸一个胎。什么情况？围墙去了一个。我操，牛逼啊，大哥！他在瞄我嘞。哎，这咋没打中呢？啊，队友都不救了。卸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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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没事就卸胎。牛逼啊！让他们哪也走不了。心若在。好了。那个人我打了一枪头爷，他死了，收回来，不然那人头也收。后面大车库去了一个，对，大车库去了一个，飞哥好像是个裸屌。我是一个保安，谢谢，我是一个保安，翻墙怼进栏杆，不是，哎，翻墙爬进栏杆，死了，移动吧，围墙的死了吗？死了死了，我是一个保安，翻墙爬进雷玩栏杆，哦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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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你们这一波有点略微的小秀啊，我说实话真的。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应该的，好起来了，好起来了，日子好起来了，兄弟，中公斤娱乐好好起来了，好起来了，日子好起来，很有牌面啊，兄弟，站起来了，牛逼了，兄弟，哦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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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尹千商啊，谢谢，谢谢爷爷，我把他们的胎胎全卸了，我家又在蒸肉啊，兄弟。好起来了，兄弟，站起来了。你家哪天不蒸肉？蒸肉啊！你家从来天不蒸肉。你家真的没有哪一天不蒸肉，一蒸就两个小时。哎，没办法，兄弟，有肉吃啊，大哥。好起来了。是天天，天天他妈的往那个桌上放肉，我都要看吐了。你在两个月前就是说看吐了，几个月前到现在还没吐。天天在家里给我整肉整肉，我吃。你有本事真吐一下，你天天说吐也没看你吐。哎，你上次还说你不蒸肉你就吃不下饭。对啊，男人的嘴那肯定是好一点的嘛，大哥。感谢只想白嫖的爷爷。只想白嫖的爷爷。我的妈的，真的直播变成任性大会了。先讲句真的，是观众还挺喜欢这样。是的，观众就喜欢我这种，知道吧？贼变态，嘻嘻。嘻嘻。哎，不把自己当成神经病，别人不看你啊，大哥，这有办法吗？兄弟，是不是？技术不行，那就只能就当老瘫了，得了，大哥。没毛病啊，兄弟，我以后也想当老瘫。我去，你是不是老瘫，兄弟？你这是耍小儿麻痹了你。要不下播吧，我带你到长沙市脑科医院看一手，兄弟。哎，车上还有一个，啊？啊，背后。有点远，35。救人！救人！我救你！我救你！我救你！稳住啊，稳住、啊！哎，右边后面来车了，飞哥到河边了，翻车了。哦，退吧，拉住！我操！
为什么还不往后退呢？我退了呀，我跑来这来这来这，我被炸了。我打个药，打个药，兄弟。我跟你说那个。我操！你妈枪法有这么猛吗，哥？哇！打那么多枪不没死？对，他打那么多枪不死的。你先打药。打药。不是你的。我去了。我也是被他打死的。我跟你说，这是敌人的问题。他们在错误的敌点开出错误的枪，错误的把你们杀了。来了来了，经典台词，经典台词。